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妞妈，又到了心态的时间。今天我们来拿前两天魔方九宫格抽到的 ASA 一拳超人。好的，选出的。好，加选出了。好，那就出这个。丢丢丢丢丢丢。他的当。还没。还差四句话。先夹小猪，因为小猪这财宝夹了吗？对啊，先夹小猪，小猪比较难冲，对吧？出一动吧。好。我妈会差几号呢？好像没有。哎呦，这个要捏很薄很薄。这个捏很薄也没用。那这个要怎么抽？垃圾书了。我不是很懂什么是垃圾书。幸好我才找，那个是代甲物级。代甲物二。刚刚很突然的出了一盒这个代甲物，然后我们可以换一只这个索隆的公仔。有欢迎，吸起来，吸起来应该可以，它会补位，如果吸得到的话。不，哇 ，thank you 的，哇，它又回去的位置。对啊，等他反过来了。等一下，再闪一下，再翻一下，看一下。哇，又来了！快一点！哎，它好像可以吸，对不对？嗯。吸。吸太多。哇，太多。夹爆了，没吸到。好像有点空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快了。但是他这里好空哦。哎呦！哎呀！你现在把比克射上去看看。好，比克射上去。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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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要不要？你要不要挡一个？对啊。哦哦。但路好路走哦。哎呦，不耶！啊！比克，他掉那个洞里。这一台整体的速度都很快，头皮的速度就很快。哦，还好。还好刚刚这一只咒术扛了，包，我丢，叫你外丢捏，把它总部往前倒，哇，对，红包，射出来。因为那个粉红色的那一盒比白色的高，所以要滑下来撞到粉红色又回去。哇，它多短啊！捏后面，一，来来来，我
机会。机会来了。哦，差一点。好，有。出。有。第一次这个台面有打出东西，第一次把这比克，很重耶，比克那它到底是有好，可以这个比较好好听。这只应该是正的。好了，你要哪个东西？只要挡一下垫底。12秒，蛮少。垫底。哎，我们现在发现了一台，里面有一只一番赏的巨无霸。刚刚先出了雷姆，哦，有，哎，可是它上面斜斜的呢。敢不给它发动一下？啊，你等下拨它，看看可不可以拨。小心的拨，12秒很长。还有9、6、5、4。哎，我没想到，刚才想到就不会说，别。那你？我以为它很重，会整个秀出来，但是它把它放在最里面。对啊，3、哟，下来后面这个，这个不知道好不好，后面这个要挡一下，不然它那个要掉那个绒毛上面。6，下来，耶！看一下，它是正的。哎，这个再夹起来，那只雷姆直接补位哦。触爪拍。哎，雷姆居然没下来，真的摩擦力。哦，哎，他那个浪美可能会补过来哦，会吗？会，好不好弄？往后放也可以，往前放也可以。我看，不错。哦，想一想一下。后面没有东西可以握而已。有出来了。哎，漂亮。哎，那。对。哎。这个拉尔过来没？哦靠！哎，你推，
推他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十、八、六、四、二，出来，看看这次一番赏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好，现在就开。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？对啊，要揭晓。哎，一番赏也有序号吗？我们好像没注意过。对啊。啊！干，这是港的吗？港的啊。港的，你看。港的。你看一下这罗的表情。哎，这罗在嘲笑我们。哎，一番赏有港的耶。我们第一次知道一番赏。居然有这个，哎呀，小盒子做的这么好，太夸张了吧！小盒子做的这么好，我们大概花了300块在拉这只，太扯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群台就到这边，至少我们打到一盒雷姆，雷姆应该是日版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巨无霸就打了一盒，再打下奇怪的螺，然后一个日版的雷姆。那今天选台就到这边，拜拜。